变形汽油，中药汉方美白，美肤宝美白小玉瓶，美肤宝冠名播出。由于大人常年不在家，四爷和姐姐经常打架，今天姐弟俩的打架瘾更犯了。下回接着跟我说普通话啊！我不说普通话。什么呀？东西啊？东西提上了。什么东西了？哎，不是，你提上。哎，好多东西来着。在哪里啊？小翠那会儿，哎，劲不大，我一走路啊，都给打招呼，哎，带吧，哎，然后说，哎，好，小翠的妈都给我打招呼，哎，这个人很热情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哎。哎，死东西！我已经几天没睡了。那这里除了萝卜就是萝卜，没有别的菜。香蕉、苹果、面。什么鹅肉、猪肉、香肠、腊肉、鸡蛋，什么都有。你等你等我哈。所以说你是顾客，如果你在馆子去像个吃了过后吧哈，你吃些感觉如何？这个是安全。你不是在城头，你是在农村，农村那就是说没有钱没有油，哎，的情况下要怎么去煮饭去生存，哎。在爸爸说的，如果你不是在城市里，在农村的话，你就想着什么都没有去怎么生存。
我觉得睡前能进步挺大的，还会打水、扫地、照顾弟弟妹妹，以前都不会的。今天饭煮的还不硬吧？嗯。你是水放多了，我是每次水都放少了。这是我来了之后吃过最饱的一顿饭，也是最温暖的一顿饭吧。仙桃的分数确实太低了，老师决定把家长请过来。由于大人们都有事儿，张子安就急匆匆地赶过来了。哎，老师好。哎，你好。我是张子安，龙仙桃他哥哥。那我就跟你说。嗯。这是今天早上考的。嗯，20多。嗯。你看一下。你妈妈是不是挺忙的？我妈最近有点忙，因为我老和我姥爷身体最近有点不太好。那这样，就是说你妈妈很忙，然后你做哥哥的就抽出时间来多辅导辅导她。好。她如果不听话的话，你想点办法，有点智慧，给她点奖励机制。好。然后再一个就是让她感受到学习的快乐，比如说她做对一道题之后，你发现你鼓励鼓励她，你看你多聪明啊，你还是能学会的，这样她就有些信心做其他的题了。嗯，先这样吧。嗯，好。老师再见。会写了吗？教我啊。停车坐爱风里满方墙。哎，看错了吧？对。北国风光千里，冰封万里雪飘。提琴鹅，楼山伴，西风夜，长风夜驾，山城月。哪有一群？一群鹅。没有一群鹅吗？干错了吗？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举头望明月。啊！哎，你错了。自己的努力和哥哥的帮助下，仙桃这次能有所突破吗？老师都说了这个事儿了，你怎么还错呢？你需要快点。应该很多吧。
因为今天考试了。啊，怎么样考的？不告诉。咋样啊，这两次考试？不好。不好啊？零分。多少分啊？零分。零分？是不是零分呢？是。看卷子，来，看卷子。妈，这么多呢？比你刚来的时候多太多了。妈妈也太意外了。多少分了？83分。那83。那个成绩考这么好了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啊！再来北京最好的更好一点成绩，好不好？看见他们来到那个校门口的时候，我们要向后转，欢迎他们啊！新同学。进学校嘛，就全体转过来，就觉得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氛围。60来号人，他们密密麻麻站在一起，就感觉哎呀，看上去就一份激动了。下面请两位同学啊，给两位辅导员戴上红领巾啊！好久没戴过，这回我戴了。下面请两位辅导员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。我叫崔子谦，今年14岁，第一次给你们做课外辅导员的哈，然后有什么做不对，你们多多指教啊。很久没戴上红领巾了，然后今天有了就是当年小学的感觉，也谢谢大家。戴新贵和崔子谦在学校当起了辅导员，可是辅导员的工作也并不轻松，他们能做好吗？点名啊，然后你们我点到的人说到。龙之侠。对不起啊，你接着翻你的垃圾箱吧。林慧群，这是马慧群。马慧群。吴冠福，吴彦刚。点名的感觉好爽，从来都是别人点我。刘龙文彦，龙明英。龙佳宁到。点名的时候没有一个学生是没到的，你看见我就是戴老师，戴老师的特别想说这种称号。得不偿失的意思就是说一件事情它有自己的规则所在，否则就会得不偿失，不能一味的只想提高自己的成绩，要找到学习方式，不能死读书。今天我给你们先检查一下个人卫生，好不好？看你的，里边有泥，下课之后把泥清一下，好不好？自己去洗下手。哦，你的还好，你的算干净一点。哎，这个手是最干净的，下课之后你们可以过来看一下他的手，按照他的手的来。下课的时候回去那个洗手的地方把手洗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嘞。小罗号啊，在哪里？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？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？
装一点啊，每个都要啊。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，让我感到充满力量。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？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，你在何方？笑容我叫戴新贵，大身旁的戴，心向的心，桂花的桂。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。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权利。你否追逐我的梦，哪怕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。上两个孩子就是跟强天使一样。我去帮你剃头好不好？好啊，马上就去。妈，带你剃头不错啊，全是沙子。给你洗头。哇，舒服吗？以前不怎么喜欢小孩，然后跟小孩亲密接触了一下，觉得小孩还有的时候蛮可爱的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是我不知道。这是你头发上的，吹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
放一下。你听的是什么歌？什么歌？在小路里欢乐多，出席路上唱起歌。记得我告诉你了吗？要说什么？我能。嗯，我能行好吗？希望你永远记得我们，好。我记得你问我为什么喜欢美术，我说它可以记录时间和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。你来东北的第一天，北方下了雪，今天又飘着雪花，北方一定会记住你这个非常善良又勇敢，内心又充满了力量的孩子。最后，老师祝你幸福。别哭，别哭！看见了吗？看见。你班同学？我们会永远记得，在湖南，有一个苗族的小姑娘叫龙仙桃，曾经在实验小学生活过。我们会永远记得你。你会不会记得我们？不会。如果有什么困难，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们会尽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你，好吗？嗯。再见。再见。我想你的。我想你的。在日落之前返到那古镇家，要不然就回不来了。还有什么能够给你？还有什么